像森林里在光线中穿行，遇见最好那个人，候鸟和森林约定，勇敢的回应，然后我的世界也变轻，我心倒是没起来吗？早。早。你昨天晚上睡那么晚，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。你知道我几点睡的？我猜的。那你继续，不打扰了。哦。喂，那天我妈让你照顾我，你那副不情不愿的样子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我妈给你带了黑芝麻糊，你有空的话跟我回去拿一趟呗。不用了，受之有愧。不行，我妈说给你就是给你，我不能私吞，不要也得要。好，我有空去拿。嗯。啊，那你继续跑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起太早，饿昏头了。你继续去跑吧。受之有愧，这就开始划清界限了。不是说自己来拿吗？这都过去好几十分钟了，人呢？树挪死，人挪活，你不来拿，就给你挪过去。不行，我这也太上赶着了，犯不着。还说什么有空找你来拿？就你事情多，就你工作忙好累。不管，告诉你，我就给你晚上一天的时间，你自己好自为之。你干嘛呢？你早上嘀嘀咕什么呀？天天还好有你陪我。震动！哎呀！你瞧瞧，你瞧瞧啊，这还得是亲师弟啊，知道我来晚了还帮我打补。得，哎，从来只闻新人笑。哪里识得旧人哭啊！我这师哥怎么能比得上弟妹呢？是吧？你啊，把他收拾好，要是给人家凉了，就不好了。谁说我是给他的？不是不是不是。
我说是给谁的了吗？我说的是给弟妹。你刚想的是不是小鱼啊？不是小鱼，是小夏。啊？不是我说啊，你们俩都是朋友圈官宣的关系了，怎么还搞得跟怕别人知道似的？没什么怕别人知道的，这就对了嘛。我们俩不是你说那种关系。行行行行，你说不是就不是啊。不是。你别生气啊。行，来啊。我问你，今天咱们实验室没有安排。嗯。你一个人大清早的跑过来吃早餐，也不是你风格。还有最奇怪就是小笼包，带给谁的呀？给你的，行了吧？嗯，要说这小笼包啊，这华大是一绝，其他还真比不上。这不就是发面跟死面的区别吗？有那么夸张吗？我吃的都感觉差不多呀。嗯，原来这重要的不是小笼包，是小笼包背后的那段情啊。嗯，别乱说。上师母姐的恋爱运追不上又忘不了，随便看看。你上身不是射手吗？怎么看上摩羯了？哦，庄教授上身摩羯啊？哼，你这行呀，连生辰八字都要来了。哎，是不是你妈妈问你让她要来去合八字的？你这进展够快的呀。这哪跟哪啊？而且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合八字？我们可是很讲究科学的，好不好？那她自己告诉你的。嗯，星座是我先猜的。那他自己跟你说他上升摩羯？对啊。怎么了？不对呀、啊，那这又 OOC 了呀。庄教授哪是会对星座感兴趣的人士啊？你别说是他这种一心搞科研的，就算是普通直男，也没办法弄清楚上升这么细致的吧？你这除非……那除非是哪个女生告诉他的？唉，走心误事，要是按照我头脑清醒时的判断力，这点纰漏哪至于现在才发现？也不至于这么绝对吧？绝对是这样。不行，我要去找他当面问个清楚。你冷静，你这话怎么问啊？奇怪，家里没人，实验室又没开，那他能跑哪去？该不会真的去找他相好的了吧？你找我？对，就是找你，我有话要告诉你。微信不能说？不能，非要当面说。嗯，请说。那个到底是哪？不对，我又有什么立场问这种话？毕竟除了清水村，我们早就解绑了。他要是不告诉我，岂不是显得我自讨没趣？哪个什么？哦，那个，我不是跟你说我妈给你带了黑芝麻还有核桃吗？她跟我说一定要当面告诉你，有好多种吃法，所以我。你电话响了。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？这语气应该是熟人。朋友圈那照片我随便发的，现在已经不用了。哟，还关心起老娘的照片了？哼，关心照片的不是前女友就是暧昧对象。哼，研究星座的肯定就是你了。这样，你最近怎么样？还有庄宇主动关心的人，肯定是忘不了的前女友。那你自己好好的。这笑是什么意思？对我这副冷若冰霜的样子，倒是会对着前女友笑。
怎么了？谁呀？没谁。哼，欲盖弥彰，越说没什么，肯定越有什么。算了，当我没问，我去找别的小朋友玩好了。那你刚才说的黑芝麻核桃？什么黑芝麻核桃？等我心情好了再跟你说。哦。说什么微信不设置提示，我看你回复别人倒是挺起劲的。我没有在看你手机哦，你继续发微信吧。哼，躲躲藏藏肯定有鬼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不是前女友就是暧昧对象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电话里和你说了今天没空吗？他是谁？长相匹配率70%，难不成庄三虽然没有女朋友，但已经有了思哥？好的，想多了。小朋友你好呀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这是你的名牌吧？庄穗雨。这是你亲弟弟呀，你们家取名字的方式可真特别。嗯，我叫庄慧，和魏慧。没文化，没礼貌，叫人。哎呀，不用这么客气，小朋友。阿姨好。小朋友是近视眼吧？今天忘戴眼镜了，姐姐离近点让你看清楚，叫我什么？阿姨。你才近视，我两个眼睛5.2。2年前测的，是该更新了。对对对，让你哥哥带你再去医院测一下，要去专业的眼科哦，不然小朋友不专业。阿姨，你也太爱自打说了吧，杀神射手啊。你怎么知道？妈喜欢看星座的毛病怎么还传给你了呢？啊，原来你上升星座是你妈告诉你的。嗯。哥快走吧。哥，嗯，他怎么还知道你上升星座了？跟你磕开门啊。你离家出走爸爸知道吗？神神秘秘，谁想听使？一家子冷脸怪，果然是我想多了。庄宇这样的怎么会有前女友？哥，这个阿姨是不是这里有点？别胡说！哎，阿姨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哥。你俩同居了？走了。哦，原来阿姨也住这儿啊。阿姨，这你也能忍啊？哎呀，多大点事儿，至于这么激动吗？电视剧说的果然没有错，爱让人变得更美好。你看看你现在整个人充满了母性的光辉啊！我这还停留在爱情剧呢，怎么被你一下子管到家伦剧了？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你感受感受。哥，我在家天天想你做的菜。想就快吃。可是，哎呀，好不容易来了，还吃不上吗？我也是好不容易来的。行了，等你眼神变好了就给你做。真的？嗯。哎，吃个这个，可爱吧？嗯。这
真的，我房子都租好了。就你那点工资，能租到什么好房子？看看这个房子啊，采光好，离地铁站又近，我直接找房东租的，倒省了中介费。这还不错，那你又何必多花这份钱呢？我这个人啊，最有自知之明了，电灯泡这种事情我绝对不做。我在这儿，你们俩多不方便啊。什么方不方便的？出了清水村之后，大家就不是情侣关系了，想见一面还得找理由。更何况，又多出了个小电灯泡。错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可不是电灯泡，在爱情剧里呢，小孩这种生物可是站在助攻食物链的顶端。你要是搞定了他，你跟庄教授的感情浓度不得再上好几层？哥，朋友圈里的就是刚刚的阿姨吧？阿姨，你觉得她很老？对呀，她涂口红了，涂口红的都是阿姨。爸妈还说啊，她是你女朋友。我看呢，就是他们想多了，长得老就算了，还没文化，连我的名字都不会读，你才不会喜欢她。没礼貌。你这名字印的确实是有点开。哥，你作业写完了？那还用说？我说的是语文作业。我今天的游戏时间还攒着没用呢。给你十分钟。十分钟？哎呀，一盘游戏都打不完。五分钟。你怎么跟家里的陈老师一个样？三分钟。阿谀奉承，溜须讨好，你姐我可不是走这个路线的。有骨气，别动，都歪了。哎，我这个加班的太不是时候，居然错过你们一家三口把家还的名场面。要不然这什么路数都逃不过本专业人士智慧的双眼。哼，还能有什么路数？和他哥一个样，一个冷面瓜已经够我受的了，再来一个我可应付不过来。你看看，好了。专业呀，这算哪门子专业？等你有空，我带你去做更厉害的。别提了，我这个卖身契一签，24小时随时待命。24小时，手机睡觉还要充电，你这老板是哪门子人物啊？资本家，吸血鬼。世界上最英俊的靳总，我回上海啦，明天下午公司见。等我先跟甜甜解释清楚，再去领罪。现在还不是让虞美人知道的时候。明天下午放假，可以不用来上班了。哇，没想到资本家居然有主动给我放假的时候。真的吗？那明天上午我带你去逛逛。资本家放的是下午的假啊，可是我下午要去公司，哎，晚上也有活动。没事儿，反正这个钱我一时半会也还不完，来日方长。上次你出现在我视频之后，好多人评论说你什么时候会再入境，考不考虑转个行啊？我又不像你有一技之长，我会啥呀？不知道。也对哦，要是给我爸妈还有你奶奶知道，那我真是一过未平，一过又起。对了，上次那个事情你问清楚没有啊？到底是谁泄露了消息？我妈说好像是王秀梅的亲家狗翔的妈妈。难道狗婶什么时候变成紧跟时尚的美妆爱好者了？我什么时候影响力变得这么大了吗？少给自己脸上贴金。狗婶一个素面朝天的关注你，图啥？图我漂亮，图看了我赏心悦目呗。
哎呦，这几天没见，你这是越来越自信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觉得这事啊，八成还是年轻人往外说的。满月酒那天你也都见了一个遍，你觉得会是谁啊？妈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不吃饭了？真是大城市待惯了，村里饭都吃不下去了。哦，想起来了，那天我的确见到一个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人。这个人，你知道是谁吗？好像不太……不行，肯定是这个批太过了，我再找找啊。再看看呢，回忆回忆。我知道了，谁呀？我好像在公司见过这个人。公司？你在哪个公司啊？公司名字新什么的，其实我还没太认出来，别人不说我也不好意思问。不会是新福吧？可能是。没想到你居然是敌军派来的。嗯，新福可是我们的敌对公司，不知道老板什么时候把自己给整残疾了。哎呀，先别说这个了，你问这个人干嘛？哦，那天我在满月酒看到他了。他是谁啊？夏至，新晋美妆博主，老是跟我对着干。你们这个满月酒排场够大的呀，一个满月酒来了俩博主。除非，哥，你看什么呢？看花。什么花？还这么开心？有意思的花。我也要看。该睡觉了。啊，不行，我这麻还没打完呢。哥，你打游戏这么厉害？哎，我怎么死了？死了还不躺下？熄灯比学校还早。不习惯就回家。走。甜甜，你还没走呢？哦，我还有点事没做完，我做完再走。甜甜，不用干了，下班赶紧回家。没事，靳总，你有事你先忙，我把花递到。耶。这次给你下班就是弥补上次周末让你给我送文件那次，你知道吧？咱说中午放就中午放，绝不多占你的。上次我是晚上才去啊，怎么能从中午就开始放呢？法定休息日，作一不散。
这么严格吧？没事，我这些活干干很快的。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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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。俊总，我发现你变了，多了一些些人性的光辉。嗨，这溢美之词啊，咱下次有空慢慢聊。赶紧回家休息啊，快走，快走吧。下午好，刚睡醒。张教授今天在忙什么呀？哎，对了，啊，金总，那个，我有个朋友，他也是做博主的，他好像还被他的老板压榨的挺厉害的。我看你们这也是做这个的，考不考虑加人啊？这样我跟他也能有个照应。他的微博 ID 叫美人鱼有大长腿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好像你听说过。你怎么出汗了？你是不是太热，还是身体不舒服？没有，我特别舒服，真的。你赶紧休息，赶紧回家休息了，休息。我去开门。不用。琳娜，是你太好。哦，我懂了，我现在就走。路上注意安全啊，甜甜。金总，哎，轮椅。我。美人姐好。美人姐好。美人姐好，美人姐。这个破办公室连个藏轮椅的地儿都不行。Hello！ 啊，什么情况？那个，琳娜前两天把腿摔伤了。姐，你没事吧？坐上轮椅了，没事没事，刚刚看起来不是小伤，没事没事。哎，我帮你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哎，行了就行了。他没事儿。几个礼拜不见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冷血？我怎么冷血了？他那轮椅是全自动的，自己没事儿的。你又没坐过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我怎么没坐过？刚刚我试了一下。行，不说这个，那个。晚上活动礼服给你接好了，就在公司化妆，然后让老方直接送你穿会上。好的吧，还是俊总想的周到。假休的怎么样啊你？还不错呀。没压榨您吧？压榨？我怎么会用这样的词来形容您呢？没有就好。对了，门口那个照片是你让人撤下来的吗？那个。照片啊，门口那照片是吧？哦，是我，那我还没来。那照片拍的早，我一直都不太满意，早就想说能不能让人撤了，但一直没好意思说，怕大家多想。没想到竟然被你看出来了，锦泽，够意思。说啥呢？咱俩谁跟谁？那个，这晚上流程你看一看。看看啊。心情不错，走桃花运了。循序渐进，正在稳定发展中。感谢朋友们的关心，希望你们能给我们更多的私人空间。哦，哎，那你这事儿，你朋友都知道吧？朋友，我们俩还没到正式官宣那一步呢。不是，就是那种特别要好的朋友，就从小一起长大，发小、闺蜜。那种朋友，他对你们俩在一起的事儿怎么看呀？我们俩还没在一起呢。哦，没在一起，没关系。哎，那你那个发小闺蜜，她喜欢什么类型的？她呀，她喜欢爱情剧男主角那种类型的。爱情剧男主角。俊总，你的关心我收到了，但现在不是想这些小情小爱的时候，我还有正事要做呢。你说的对。继续。
哥，嗯，这也太丑了吧？怎么就被看穿了呢？不是你比我都白不赢。你那套，我20年前就玩过了。我也要戴隐形。等你成年了再说吧。哥，嗯，你不是最不喜欢吃茄子和香菜吗？哦，有情况。茄子有花青素，所以呢，对眼睛好。怎么？手机给我。没玩呢。哥，你看什么这么入迷？后背居然也长肉，很可怕。那个照片好像有点像昨天那个阿姨，跟你朋友圈那个也有点像。哥，你不会沦落到喜欢这种网红了吧？我错了，不该没礼貌。还有，不可以这样说我朋友。你也叫白了。对呀，哥，你居然叫上朋友了。回去回到这，怎么样？刚刚没看出我手抖吧？耶！没有啊，美人姐姐还是这么光彩照人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既然说好了后天见，哪里有失约的道理？这是庆阳一个那个供应商家的公子。哦，失敬失敬。之前让你在山里吃了不少苦，没留下什么阴影吧？哪里哪里，如果被美人姐姐照顾都是阴影的话，那我愿意天天睡在解麻丛里。哎，别来了啊！都是你爱吃的，给你拿好了。哇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先失陪一下，姐要去办大事。夏小姐，这个合作不是我说了算的。那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合作方式呢？这个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吗？美人姐来啦。夏小姐虽然不是跟我一个公司的，但也是老相识，算是半个亲姐姐了。以后有什么也可以多照顾她一下。应该的，你们先聊。哦，对了，美人姐，文案的事情已经在和小芳沟通了，您回去确认一下。麻烦了。别走啊，聊聊。洗手了吗？哎，洗了洗了。好吃。哥，就是有点辣。你不是不吃辣的吗？哎，哥，你要是觉得辣，要不咱俩来点喝的。Thank you.
干杯。可太好喝了。不辣的话就快点吃。嘿嘿，哥，被你看穿了。吃这个。不是说茄子有花青素对眼睛好吗？去了皮的茄子就没有花青素了。啊？那你……我怎么不知道幸福现在这么缺人了？商务沟通还要自己上。我也不知道你的戏路怎么变成圣母了，半个姐姐，特意恶心我。恶心吗？我觉得还好哎。不过，咱俩之间的交情是久到可以做姐妹了。你觉得呢，狗飞？这次的试卷出的比较难，全班只有一位同学表现特别优异。虞美人，全班唯一一位满分。又是丑人，没意思。怎么说，丑人就该做毒夫呢？不，你这脸不仔细看，真的弄不出来。这是怎么做到？我微博的照片是你发给我妈的吧？什么照片啊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。姐，不是我说，你让你妈把照片发给秀梅阿姨，是不是太明显了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肯定认不出你？认出来又怎么样？赚着出卖色相的钱，还要顶着老师的好名声，怎么？说谎的是你，还不让别人说了？哼。看来我们小学的体育老师是真没把你的语文教好，出卖色相是这么用的吗？哦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你在微博上叫自己什么来着 ？ABC 是吧？刚从美国回来，怪不得中文这么不好。不过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有个美国老乡呢？你想干嘛？说谎的是你，怎么还不能让人说了？每个人说谎都有自己的苦衷，我能理解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呢？威胁我？明面上的竞争我不怕，也不会拿这些作为筹码来威胁你，但暗地里的勾当，我希望你也可以收敛一些。明面上的竞争，虞美人，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？你说。我最讨厌你那副明明没付出什么，却总能轻而易举得到一切的样子。现在是这样，小时候也是，总是理所当然抢走属于别人的东西。这次获得全校数学竞赛第一名的是虞美人。小美啊，这次全校唯一一个市重点高中的保送名额，学校就给你了。这次到了市里以后啊，记得要给学校争光啊。好的，张老师。等等，小时候咱俩争过东西吗？我不是针对你啊，我是在想，我高中之前一直都是第一名啊，没跟别人争过。直到那个装蒜的出现。哎哥，你今天怎么没去实验室啊？实验室今天安全检测。哦，那你明天去。嗯。我也想去，听说你的实验室很厉害。实验室不好玩，明天我找人陪你。谁？该不会是那个阿？我不要。不满意？嗯。那你回去吧。啊，哥。我看你是想吃棒棒糖了。你不是最喜欢吃棒棒糖吗？给。哥，
我为什么还要特意下来买啊？我不太想吃。哥，我们在这儿等什么呀？刚吃完饭，趁乘凉了。哦。哎，这么巧，你们在这儿乘凉吗？嗯。棒棒糖，你不吃啊？嗯，不吃给我喽。嗯，你戴眼镜怎么还有神？这么时髦啊？想带着满天星光为我闪亮，在我的瞳孔中刻成花香。哥，你怎么会喜欢这种肤浅的女人呢？小朋友，话不要乱说。谁说你哥喜欢我了？这还用说，这肯定就是喜欢呀。怎么看出来的？看不出来就对了，你本来也不是爱情剧的什么受众，什么画像。爱情的力量真伟大，就是苦了我。这高冷型的男主呢，说是肯定不会说的，但是呢，你要看他的眼神。他的眼神啊，可是从来没有离开过金子。还有这位近视小朋友，我跟你很熟吗？你凭什么说我肤浅？穿成这样的 就是肤浅。谁跟你说的？你哥啊？空气也被你亲了花香。